你们好，我是吴谨言。希望，沉淀，收获，浴缸则刚，浴柔则柔。八年，我就不停的去跑组，去面试，就去见不同的导演，然后当时的制片人什么的。七八年的时间，没有我一个剧组去拍的戏是我介绍的。但是不管夏天还是冬天，就北京，大望路那一圈，四惠这一圈，东边这一圈，我坐地铁，真的北京城每个那种建筑的地方，我真的是可熟了。现在执着、乐观、男孩子气，其他的事再难，我也得坚持下去。敬业啊，敬业是应该做的，我觉得是一个好的态度，大家可以看到正面的、积极的一种方式，要从自己做起。可能到晚上，有时人很疲倦。然后当导演在喊三人一开始的时候，我自己都演不动了。然后就冲着摄影机，我说那个，我说我脑子发麻了，我演不了了，现在。支持和喜爱，我想跟自己说，继续加油，好好加油。你在向着这个目标或者方向，你再往前走。我觉得我是被喜欢我的人期待的。